有请美东歌唱家协会会长、游子音合唱团团长、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景胜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我爱你中华》，钢琴伴奏李涛。李涛呢是旅美钢琴家、音乐教育家、国家一级演奏员、教授，曾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。Thank you.
唱好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给演唱一首好不好？现在呢，他再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桥》，钢琴伴奏林腊英。演奏家，曾是安徽省歌舞团专职钢琴师，也是张景寿老师的夫人。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呢，可以称得上是夫唱妇随，请欣赏。我爱你中华，钢琴伴奏吕涛。吕涛呢是旅美钢琴家、音乐教育家、国家一级演奏员、教授。
好不好？